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7月8号啊，星期六，我们的直播开始啊。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承接上一次啊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李志绥医生啊他的这本回忆录，不仅引起了戚本禹这个刑满释放犯人他的愤怒，同时也引起了老干部严明富的愤怒。作为毛泽东身边的一位重要的俄语翻译，严明富晚年在他的这个文章里边啊破口大骂李志绥啊，这是2005年第七期的《炎黄春秋》上边，严明富专门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这个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啊，他说：“读后我百感交集，没有想到李志绥大夫居然堕落到无中生有的地步。”啊，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是涉及到1957年夏天，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到中国，向中国通报关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三人的反党集团的情况。当时中方啊主要领导人清朝出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在场，在杭州。那么这里边呢，李志绥向我们透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事情，也就是说，当苏方啊兴致冲冲的到中国来啊，向中国通报这件赫鲁晓夫取得政治上重大胜利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中方立刻表示赞成和支持，就是说中苏呢进入到真正的蜜月期，斯大林已经没了啊，然后赫鲁晓夫呢又在中国的这个主权利益上边对中国做出了极大的让步，而这个时候中国投桃报李，支持赫鲁晓夫的胜利。本来啊，这个中苏这个感情是在升温的，然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李志绥通过他的回忆录告诉我们一个侧面，中苏两国的蜜月升温的同时，矛盾也在升温，或者说矛盾也在升级。而严明富啊，包括这个后来的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钧，他们这些人喋喋不休的在讲这一段是李志绥的无中生有。那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本回忆录，直译中苏高层会晤。当时在场的给米高扬做翻译的是苏联年轻的外交官，年仅28岁的库达舍夫，他的中文名字顾达寿，就是在这一次会谈当中出现的。然而谁也不知道的是，毛泽东当时给顾达寿起的中文名的原来的名字是叫顾达首。哎，这个顾达寿呢是这么回忆的啊，毛泽东笑嘻嘻地对他说：“你这么年轻，身体这么健壮，我给你起一个中国的名字，就叫顾达首吧。”这个库达耶夫不太明白什么意思，然后毛泽东又笑嘻嘻地说：“我给你起一个中国的姓，姓顾，因为你叫库达耶夫，库跟中国的顾，这个在音调上很相近。那么达舍夫呢？”我就给他起名叫打手，就是会打架的人，你看如何？这个顾达寿啊，他是懂一定的中文的啊，尤其打手这个词他马上就听明白了，所以顾达寿不软不硬地回应毛泽东说：“我是一个外交人员，从事和平的工作，怎么能去当打手呢？”这段回忆如果不是顾达寿本人亲口讲出来的话，我们很难想象在中苏蜜月期间，毛泽东给苏方高级领导人的翻译起名叫打手，这个言外之意已经非常明确了。然而啊，
严明富的回忆文章当中对这一点丝毫不谈，因为他就在现场，他不会不知道的。而顾达寿还替我们讲了另外一件严明富也不愿意回忆的事情，就是当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的时候，毛泽东居然在公开场合下用一句非常粗俗的湖南话啊，非常粗俗啊，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粗野的一句湖南话骂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虽然听不懂中国的湖南话，但是他毕竟是个聪明人，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毛泽东嘟嘟囔囔说的那句话的本来含义。他就问这个顾达寿，毛泽东是不是在骂我？顾达寿没有办法啊，直接告诉这个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沉默了一下，对顾达寿说了这么一句话：毛泽东怎么会这样？毛泽东怎么会这样？毛泽东怎么不会这样呢？但是严明富不是这么看的。严明富在回忆毛泽东的时候，那是饱含深情，甚至他在这个释放以后，他的这个回忆录里边说得很清楚啊，他说当时这些人阻挠啊，这个包括严明富的一些干部的释放，只有毛泽东说了一句话：这些干部我都熟悉。由于毛说了这句话，所以严明富他们很快被释放出来了。然而我们也要问一问，毛泽东是不是到了1975年才熟悉和认识包括严明富在内的这批干部呢？显然不是。那既然这么熟悉这批干部，为什么让这些干部足足的在秦城监狱里边待了7.5年的时间？这一点严明富没有给我们做出任何的解释。再有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啊，当严明富被放出来以后，按照惯例，严明富是要被下放到江西劳动的，接受这个改造。但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做了一个批示，周恩来的批示说，严明富这样的人才要留在中央，以后还要使用。这句话让严明富得以留在北京。严明富啊，写了这么一句原话，我给大家念一下。严明富说：“我听到以后百感交集，强忍眼泪，不禁回忆起周伯伯几十年来对我父亲母亲以及我们全家的关怀和恩情。”大家注意一下用词啊，跟这个2005年第七期《炎黄春秋》上这篇回忆文章一样，严明富又用了一个百感交集啊。这个百感交集是赞美周恩来的，而这个百感交集呢，是臭骂李志绥的。可见严明富虽然被关押了7.5年，他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一点都没有变啊，不愧是党和人民培养的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啊。而这位周伯伯几十年来对他的爸爸、对他的妈妈以及对他们全家的这个恩情啊，难怪他无法忘怀，包括我们在内也都无法忘怀。是如何的恩情，我在前边几期已经给大家讲了，今天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就是，为什么严明富、戚本禹这么两个非常极端的啊，一个是一路走红的这么一个人物，一个啊是这个落魄的人物，可是这两个人居然异曲同工，唱出同一首赞歌，而这个赞歌呢，就是唱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前面我们说了，就是这两个人的批准，严明富和戚本禹，一个被关了7.5年，一个被关了18年。可是这么两个刑满释放人员，居然对关押他们的主子如此的歌颂，啊，虽然这个事情呢，在历史上并非罕见。吾皇圣明，臣罪当诛，这是儒家文化里边一个重要的核心内容。可是毕竟是在新社会，毕竟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毕竟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甚至是在本世纪，
发生这样的咄咄怪事啊，值得我们回想一下。换句话说啊，毛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1976年死了，至今已经快50年了，但是在神州大地上没有人敢公开否定毛泽东，没有，从来都没有啊。为什么？而在神州大地上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公开的赞美赞扬周恩来，这也是一个为什么。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啊几个大知识分子的故事啊。这几个大知识分子的故事呢，跟我们要讲的这位严明富也有直接的关系。当年在旧中国的时候啊，旧社会吧，咱们说啊，有三位非常有名的大知识分子，他们都出身于草根儿，但是他们怀揣着一颗救国救民的红心。这三个人分别是梁漱溟，昨天我们讲过了啊，卢作孚，这是中国航运业的巨子啊，民生公司的老板，还有一位叫晏阳初，这是一位平民教育家，他跟陶行知齐名。这三个人并不是说他们要站在哪一个党派的门荫之下，他们要做的就是启蒙中国教育啊，挽救中国命运，拯救中国人民。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当时被称之为桃园三结义，不是说这三个人真的拜了把子啊，虽然这个晏阳初和卢作孚的关系非常之好，只是说他们在政治上啊，在志向上志同道合而已。这个梁漱溟搞乡村建设，晏阳初搞平民教育，卢作孚搞实业救国，其实都是为了一点，这一点就是晏阳初总结的，他说中国人之所以走不出这个烂泥潭，全然是因为四个缺点，就是中国的这个国民性的特点，贫、弱、愚、思，这四个特点，贫穷啊，软弱、愚昧、自私。那么怎么才能把这四个弱点啊变成强项呢？那就要从教育入手啊。梁漱溟讲的这个乡村建设，它也是教育，实践教育。而这个晏阳初呢，他的平民教育就是从娃娃抓起。卢作孚呢，就是比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是用建大量的民族工业，帮助老百姓的孩子就业，然后让他们有充实的经济基础，改变他们各自的命运，其实是殊途同归。这里边呢，我想重点来讲一讲晏阳初，因为晏阳初这个人的身份很特殊，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甚至呢在今天有人把他与爱因斯坦相并列。那么大家或许不知道的是，严明富啊，我前面说了，他们全家也都是基督徒，全家集体入教的，集体受洗，因为严宝航就是这个教会的这个总干事嘛，哎，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大家或许不知道的是，严明富被关在秦城监狱里边，他的身份突然转换了，就是说他做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个时候他不再是党员了，不再是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组长了啊，而把自己化身为一个基督徒了。这个事情啊，我们一会儿来做一个强烈的对比，非常有意思，拿他和晏阳初这两位基督徒做一个对比。因为在历史转折关头，我们看一下这两位中国版的基督徒他们做出的回应，
某种意义上讲啊，可以看出未来的走势和走向。从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毛啊不能否定，不敢否定毛为什么去赞美周恩来，这里是有着一个必然的联系的。刚才我说了，晏阳初给咱们这个中国的国民性的把脉得出了四个结论：贫弱于私，整体缺乏安全感。那么当出现一个强人的时候，大家特别愿意跟着他走，认为只有他才能给大家指出一条明路。而当这个强人有朝一日一旦骑到大家的头上作威作福的时候，大家能够选择的就是自怨自艾，甚至忍辱求全，没有办法啊。而后当这个强人走了以后，本来是可以清算的，但又不敢去清算。为什么？因为清算这位强人还在其次。由于清算这位强人最后把这个账算到自己脑袋上，这一点却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做的。谁愿意否定自己呢？严明富的这个回忆录里边充分体现出来了，这些老干部们啊，这个严明富讲了很多这个关在秦城里边老干部的例子，回头我会给大家啊做一个专门的介绍。这些老干部们啊，他们的形形色色的表演其实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啊，他们和毛泽东是绑在一起的。而这些老干部不是一个孤立的群体，他代表了社会的一个主要阶层。这就像啊，深受改革开放啊这个滋润的很多平民阶层也不愿意去做否定邓小平的事情。这个最近新浪微博上有一个视频火了，90岁的山东一位大学的教授叫吕家湘啊，他给另外一位教授叫宋随良，山东师范大学的教授过生日的时候，90岁的吕教授侃侃而谈啊，说这个宋教授你前半生没什么啊美好的可言，你真正的美好是从改革开放算起的，你只有五体投地的感谢改革开放给你带来的美好。然后呢掰着手指头说这位宋教授在三五反运动，在反右运动，在文革运动等等的遭遇啊，在座的人掌声雷动啊，纷纷鼓掌，说得好，改革开放给我们这些人都带来了希望。所以还有人试图呢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进行切割啊，就是说毛搞的是差劲的，而邓呢是把中国搞好了。殊不知这两个人其实是一路人，只不过有一部分人一厢情愿的愿意把人家分割，人家是孪生的。那么具体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晏阳初啊，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晏阳初，看一下这本书啊，任的追求，这是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的一本回忆录。在上个世纪40年代，侯外庐有幸与晏阳初在重庆相逢，并且做了邻居。侯外庐是一位非常左派的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与范文澜、郭沫若、吕振宇啊、简伯赞相提并论，可见这个侯外庐啊这颗红心到底有多红。那自然侯外庐就看不上晏阳初。他看不上晏阳初的地方主要是两点。他发现这个晏阳初家里生活条件非常好，因为那个时候在大后方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啊普遍这个穷的厉害，抗日战争艰难时期嘛，包括闻一多
啊，都要去给别人刻这个这个章子来养活全家，侯外鲁也不例外啊。然而这个晏阳初家里居然还吃西餐，这个让这个侯外鲁非常的气愤。再有一点就是晏阳初他们家呢，这个晏阳初家里不准说中国话，一律说这个英语，因为晏阳初带着孩子是从这个国外回来的嘛，所以家里还保持着在国外的生活习惯。所以这两点让这个侯外鲁非常的恼火。哎，然而也多亏了侯外鲁这个回忆录啊，让我们看到晏阳初他们家的另一面。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啊，全家都是基督徒啊，这里要重点提一下晏阳初的妻子徐雅丽。有一天啊，一个当地的四川的农民掉进河里了，周围的人都站在那里看着，没有一个人出手相救，只有晏阳初的妻子，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啊，一位弱小的妇女，她毅然地跳进河里啊，用自己非常微弱的身躯把这个农民给捞上来了。这是侯外鲁在回忆录里边为我们披露的，就是说这个虔诚的信徒他不是嘴上说一说的，不是搞那些简简单单的仪式的，他是真的身体力行的，人家不要命去救一个素昧平生的农民呐！啊，所以你不要看人家吃西餐啊，讲外国话，最后做的事情让我们这些常年吃中餐说中国话的某些人都是汗颜不禁的，对吧？哎，那么晏阳初这个人呢，他做的种种努力最后都付之东流了。我们看一下这桃园三结义这三个人，梁漱溟昨天我们讲了，伟大领袖没有这份雅量，所以他被批倒批臭了。而卢作孚呢，早于梁漱溟就已经啊莫名其妙的自己走上了一条绝路。晏阳初呢又不得不回到他这个国外。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曲，就是晏阳初的两个儿子，这个炎黄春秋啊，2013年第一期上边有一个记载，晏阳初的两个儿子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跟晏阳初说，我们回了一趟中国，感触非常深，中国现在热火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这套做法比你的什么平民教育啊强得多得多，中国只有靠共产主义才能救活，所以这俩宝贝儿子毅然决然的回到了祖国，参加这个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可是呢，天不随人愿呢，这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儿子呢是大儿子，被从事这个石油工作，结果被下放到江西改造。第二个儿子呢是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结果被打成右派分子。大儿子和二儿子呢最后的结局是被打成了半身不遂啊，长期瘫痪在家。这个三儿子最惨啊，是国家体委的高级干部，在文革当中啊，就跟这个卢作孚一样，自己走上了一条绝路。哎，晏阳初还试图用这个平民教育来唤醒中国人民，他连自己的儿子都唤不醒，所以这不够悲剧吗？哎，他虽然是非常的虔诚啊，他这几个孩子也非常虔诚，但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到了花甲之年的晏阳初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因为他爸爸的关系，获准到菲律宾马尼拉附近的一个康复治疗中心去进行康复治疗。啊，这是
炎黄春秋公开发表的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哎，讽刺吧。那么这个还不算是最讽刺的，最讽刺的是严明富啊，在秦城监狱里边做的一件事情，刚才我提到了，匪夷所思啊。哎，那么今天这个时间啊也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的话题就先说到这里。感谢朋友们上来点赞、收看和收听。今天呢，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今天有一件大事，真的出了一件大事啊。这个必须要跟这个会员朋友们做一个通报。咱们说了啊，凡是有大事一定要在会员频道播送一期。所以希望会员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开启一期会员频道的周末聊天，好吧。再见。